海盛同志、伯明同志、洪波同志，你们辛苦了。我代表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，代表全国各族人民，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。谢谢总书记，谢谢全国人民。你们是进驻。 天河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3个月的时间。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你们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？生活怎么样啊？ 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？感谢总书记关怀，我们的身体状况很好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。我是第3次执行任务，在太和核心舱工作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我们中国航天员在太空有了长期在轨运行的家，身处。 遥远太空，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。